Round one， 我试一下啊，哇，都是啥？杨迪，闪开！烂，哇，好远，臭脚啊，这是。蓝先生，臭大脚啊！哎，哎呀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来，来，刘先生，刘先生，刘先生。哦，看来今天这十只骆驼你们都带不走了。我们郑女士，来，郑女士，哇，差一点。来，你近一点，你近一点，因为你腿短，可以近一点，没事的。喂，来，江迪怎么说话呢？他叫周大根。哇！只差一点点了，疯！我们哇哇哇！继续！下一个，快快给江迪报上你的名号。Round two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OK， 请。比赛开始！这边，这边，来，其余人就位。杨迪，这边，这边，好，主持人，好，往左转，这边，这边，到前面去。来来来，收一走，收一走。喂，自己能不能在你的左边？这边，王安，全在你左边。杨迪这边，再往左靠，左边，你左边，后面，王安，后面，左边。杨迪，往你左边，前面一点，左后，往你左后面一点，后面，后面，左手，后面，右手，后面，直走，后面，杨迪直走，往右边，往你右边，往右边，往右边，往右边，错了，杨迪，一步，两步，前面再往右转，再往右转，杨迪，你左边，一步，两步，摸到球，有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们这球按住，这球按住，停，停，左前，左前，左左，直走，我在你左，直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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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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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往后面，后面，球门在后面，球门在你后面，对，后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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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明浩，明浩，往后来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不是，你在这等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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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浩，往这边来，往这边来，听我声音。完了，那个周深，你往左边来一点点。哦，对对对，往那个球门方向，听我。你往前来，你往我这边声音，声音来，你往我，往我声音来。哦，在前面，前面，杨迪，走走，杨迪走，就在你前面，走走，怎么样？走前面来。右手右脚边，右脚右脚右脚，对，很好。深深转身，深深的，对，杨迪，往右转三十度，右转三十度，上上，直走直走，大力上，直走直走，直走直走直走，在后面，在你后面，门在你后面，走错方向了。没有，你往前，你往我这边来一点点，来一点点。对，这边这边，手指方向，再来一点，再往回来一点，再往回来一点。杨迪往前，回头，左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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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三、四、五，开始！往前走，好，杨迪，往左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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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迪，右边，往前，感受到了。八将军，你要帮我指挥叶哥呀！有啊，有啊，有啊！今天不要往前就是球。往前走，但是球门在你的后面。对对对对，哎呀，沈南沈南，球在你左边，左边左边左边往前往前，左边往前，沈南再往前，沈南再往前，沈南再往前，再往前，再往前。哎，那就球没踢到吗？再往前，周深。哎，杨迪，就在那边。沈南对球球，哎呀，现在球离你有点远，往左往左边走，右边走，往这这直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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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你直走直走直走。知道往后往前一点，对，我说的是杨迪。哎，球碰到了，在后面，后面，后面。杨迪就在你脚下，对对对，杨迪后面，后面，踢踢踢！哎呀，差一点，差一公尺左右。杨迪现在在球门的正中间，但球现在就在你的左前方一点点，左前方一点点。好，被踢走了。好，被踢走了。射门，射门，门在后头，门在后头。哎呀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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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往外丢一点。太难了，好难。杨迪，你的右前方，有有有有有，前面最前方，前你左右，刘哥后头后头，球门后头，球门球门，往左边左边左边，球在左边，左边左边，你要去打球，对对对，哎哎，杨迪贴贴贴啊！沈南助攻杨迪，杨迪你运气太好了，我进了吗？怎么进的？耶！还有这种进法。PK 赛即将开始，转圈了哦，预备，一圈，
两圈，三圈，四圈，五圈，开始。哎，慢慢走。现在乱踢是不行的。左左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两位，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听我的啊、哦。哎呀，太累了。左脚踩上来，右脚踩上来，好。你们现在正前方是球门，预备，开始。叶哥现在听杨迪的哦。好，叶哥边，球门在斜前方。对对对，是是。球在这儿，我进，往前。哎呀妈呀，球走了，叶哥往左。旁边在后面。对，踢一脚，旁边左前方。射射射射射射，右你们右脚射。叶哥踢，叶哥踢。我们进了，我们进了，哎呀，我们进了。听说你是我们大汉第一长枪手，是吗？特别像戏子，就你过奖了。听说您的长枪有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有六式，是吗？长枪三式六式，是吗？是是六式。是，你确定？是六式，而且没事，你都自己取了一个名字是吗？哇，听闻刘将军确有此事。六式长枪经常在我们面前会展示。那今天是不是在众将士的面前提振一下士气，展示？而且还有长枪六式。每一式都有名字，对不对？对，名字还正好是十六个字，太长了，太长了。刘将军名字比招式还久，那就各位献丑了。六式，你得好好想一下，看看有多丑。分别叫什么名字？腿都软了。哇，长枪六式，哎，好厉害。每式得说说名字啊。将军，兄弟姐妹们，这嘴巴好痛啊！你想啥？好。还有什么？第一式，直捣龙穴。龙穴？龙啥？什么？龙穴吗？虎穴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到底是龙穴还是虎穴？重新再来一次。好，来，好。第一式，直捣虎穴，好，第二式，回首望月，好，还押韵呢，还押韵呢，他的脚在踩押韵。第三式，一飞通天，好，第四式就厉害了，第四式。第四式，横扫千军。加油啊！吓死人！你差点把我的将士给砍死。这位将士，还没到打仗的时候呢。第五式会不会想太久了？第五式，窜天猴。第五式，蓄势待发。哇，漂亮漂亮！第六式，第六式，第六式。石破天惊，这跟第一式，这跟直捣虎穴，第一式是双单手力道不如最后一式，使尽全力刺杀敌人。好，我们好，接下来第一式到第六式来一次吧，延续演示一遍，完美的 ending。第六式，第六式，石破天惊，好，第二式，这是我们大汉第一枪手。阮将军，将军在。听说，您也是一个快枪手啊，一箭一招式，是不是？那你是不是可以举一个阮式箭法？阮式八箭法，阮式八箭法是吧？是阮八箭。然后第三箭，第一箭，
秦时明月汉时关，第二件万里长征无人还，人未还无人还，好吓人啊。第三件但使龙城飞将在，第三件但使龙城飞将在。好不叫第几次啊？第四次是不叫胡马录音失真。好接下来要单独的了，不能一首诗就搞定了四次，可以吗？单独了是吧？对，那也不可以用你自己的作品，从蒙甲一试不行。从楚国日当午开始吧。孤独九剑。独孤九剑，孤独九剑。到底叫怎么样？说啥都错。到底是孤独还是独孤？孤独。你确定？对，他是孤独。孤独九剑。Peace 你。孤独九剑。第六剑。九孔生烟。什么东西？七孔生烟。我喜欢九孔，你管我。好。现在第几件了？第六件。那边有肚子痛的了吗？差两件。还有两件，想一想。九孔生烟。好。你不用试。乱箭穿心。是天气太冷，你冻伤了还是怎么样？你就稍微停拍了一下。我想想。这样，一剑归宗。一剑封喉。不是，我还要等你们多久？我来了。啊，真的吗？第七件。一剑封喉。第八件。不是，那是马上封喉吧？你一剑封什么喉？一剑封了要喉。哦，封这个喉。对。好吧。你说那个喉？哪个喉？第八件。九孔乐呵呵。好剑。好剑。好剑。你们太相怨了。九孔热呵呵也算一件，九将军，好是好剑呐、啊！这是以您为命名的一套剑法，太令我感动了，对，好不好？软八剑，我们的长城边关有你们驻守的话，陛下一定是很放心的，他应该可以睡得很安稳。我将军，请坐，好。这位。醒醒，这位先生。睡着了吗？这位先生，刚刚您看到他们两位将军的剑法，你心中一定有一首歌想要唱出来，褒奖他们吧。孟姜女哭到是不是？你好，有没有一首歌能够形容你刚刚看到两位将军舞剑的那个英姿呢？是不是可以唱一首？刀剑如梦，这是规则，没有办法。你怎么了？我也是很委屈的。快点快点，我们可以等你。你看，起身了，起身了。刘将军和阮将军的表演，你看了叹为观止。一定有一首歌，录节目呢。有一首歌，是没给你稿费还是咋的？周将士，你可以说话。周将士，要不然唱一首《遇见》。你带着麦呢，周将士。遇见好，来大将军找你，大将军贬为将士呢，快入座。我觉得，你站在将军那去唱，他反正落座了。我觉得刚才就是两个招数都是为了保护。站那儿朝脸朝我们，脸朝我们，我看不着你，好不好？我觉得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，所以有很深的情谊。嗯。然后呢，我们也希望这里能够时常降些雨，因为这里缺水，所以给大家带来一首《情深深雨蒙蒙》。多少楼台烟雨中，记得当初你侬我侬，车如流水马如龙。谢谢将军，是否请他们两个的歌汉朝宫女送酒来？啊，可以闪了吗？这个刚刚周将士为什么？唱了这么一首歌、啊，哎，跟唱的是我们这队，我们这队的冲锋号。跟他们的，他一唱歌，我们就开始冲锋。哦，你看，走走喽，带我们去雨中。刚刚我们这位将士唱的是非常的雄壮威武，唱的我们盔甲都松掉了。